大家好，我是身高190，我今天教大家做一道韭黄饺子，好吃又美味，方法非常简单。韭菜清洗干净以后晾晒3小时，趁韭菜不注意的时候悄悄把它切成韭菜末，葱段、姜片、花椒冷水下锅，我们来做一个花椒水。水开5分钟以后打去杂质，晾冷备用。肉馅儿放入生抽、老抽、鸡精、味精、13香、胡椒面、蚝油、香油，顺时针方向搅拌肉馅儿，分3次加入花椒水进行搅拌，让肉馅儿上劲。肉馅儿搅拌至立得住筷子就可以了。倒入事先准备的韭黄末，放入熟清油锁住韭黄的水分，搅拌均匀就可以了。按照我的做法做出来的饺子特别好吃，再配上四川祖传灵魂蘸碟，那简直不摆了。如果你的手机只剩下1%的电，请你给我一颗。